接着啊，再还要看这个《海金相和寄颂》第六首：“摩尼王中现佛身，光明普照十方刹，以此为轮延十地，香水映彻。” 常圆满。这首记，我们也介绍了很多啊，这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祝福如来、化身菩萨们。 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示现的目的，是教学，是感化。我们要懂这个意思，更重要的。 我们要懂得学习，要懂得效法啊！佛当年在世，这一生的行医，就是我们学佛的榜样。佛去我们的年代久远了。 近代的祖师大德为我们现代人事先做榜样，我们更应当啊留意来学习啊，这个是《这一首记》里头重要的意思。 啊，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要不断的重复。啊，在生活里面，天天都一样的，这个就是悬浮的形象。啊，世间人常常要改花样。 有新的样子，修道的人没有。修道的人呢，有很多缺失，一生都不改变。啊，能随缘，但是随缘当中啊，他有不变的心态。这一点我们要特别。 留意去观察，啊，我们才真正的学到佛法里头真实的意思 <coughs>。经文幕后两行，以此为轮，言石地，啊，此是指现身。 啊，我们今天讲形象，啊，大家更容易懂得。啊，我们一定啊要做很好的佛弟子的形象。佛的教戒一定要遵守啊，不遵守，这不是佛的学生。 佛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榜样。我们常常想到，如果不能跟给世人做最好的榜样，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能做啊！啊，一切事。 要知道时节因缘，啊，因缘不成熟，决定不可以勉强，啊，勉强一定有灾难的、啊。啊，要随顺的、啊。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建立的道场规模都很小，啊，可不可以扩大呢？确实是有财力，也有能力扩大建大,大道场。 啊，为什么不见呢？时节因缘没有成熟。啊，换一句话说呢，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一起共修的同学人数有限，你见那么大干什么？啊，也就是说。 超过我们需要的，不可以。啊，过去我们精美的图书馆没有超过两百五十平的。啊，台湾的平一平是三十六平方英尺。 佛陀教育基金会也是两百五十平，在台湾所有道场里面，我们是最小心的。我们要懂得啊，道场小，开销小啊。 容易维护啊，啊，道场太大了，开销大，啊，也容易让住在这个里面人其贪嗔痴慢了。佛法的教学是要帮助大众。 熄灭贪嗔痴,痴，正长戒定慧呀、啊。这个道场大了，它就相反。哎，正长贪嗔痴，啊，戒定慧就没有了，那就错了，那个不是佛之道场。 啊，我们在此地这个道场，现在有三层，够了。啊，需不需要啊？再多几层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多人。我在这个地方每一天将近人多一点；我不在此地，这人就不多。 这个深圳，你们的图书馆来给我说，啊，那边有机缘，啊，可以能够扩展，啊、是不是好事呢？要仔细去观察，有没有需要，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展。 如果没有需要，就不能扩展。学佛的人，我们要靠佛菩萨了，不能靠人了。这个是我最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 年出家，出家要剃度啊，总得有寺庙啊，有个老和尚给你剃度啊。张家大师都不叫我去求法师，啊，去求道场，我就感觉这奇怪了。我说。 我要不去找个寺庙，找个法师给我剃度，那那那怎么出家了？啊，张家大师给我说：“如果你去找这个道场，这个道场不同意；你去找个法师给你剃度，他不给你剃度，你是不是感觉到很难过？”我说：“是啊，那当然了。啊、他说。 那你就不要去找了，那不要去找怎么办呢？他教我，一切求佛菩萨，感应道教啊，你就自在了而且教导我，一心向佛，一生当中。 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的，这个好啊！我听了很欢喜啊！所以什么都求佛菩萨啊，发心出家了也求佛菩萨，那个姻缘成熟了，果然是的啊！云山灵济寺的住持。 行悟法师派人来找我，一个半月来找我九次，我想，哎，这个法师倒是很诚意啊。那我还有几个条件啊，这个。 道场啊，法师都接受了，啊、我这才去出家了。啊，出家之后受戒，啊，受戒也是佛菩萨安排的。啊，有人来找我，啊，基隆八祖禅戒。 你要不要去？我没钱啊！那个时候受戒要交钱啊，不是免费的啊！我哪有那么多钱啊，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就有人把这个受戒需要用的钱呢，统统送来。 语言成熟了，什么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好、啊，省心呢、啊，省事啊！不要自己操一点心，自己的心用在经教上，念念与佛相应。 与佛的心相应，与佛的愿相应，与佛的形相应。这个相应的形象就是这个第三句啊。人能能是表圆满，圆满的相应，庄严装饰这个地区。 香水映彻长夜满啊，江、啊、水是心水呀、啊，就是心地呀、啊。你的心心所，跟界定会三学，跟无分发生完全相应。 这一个形象就是“引车长夜满”，这个地方特别注重这个“长”字，它不是战士。的，不是短时间偶尔表演的，不是的，很长。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学习啊，这是常常讲，我们的形象很重要啊，形象招牌呀啊，这个样子。 就是招牌呀、啊，像一个学佛的样子。要往深处去说呢，要像佛的样子，要像菩萨的样子，啊，要像祖师大德的样子。啊，我们学佛。 这一点很重要，你要找一个样子，你得修修学，进步就快了。啊，我在初学的时候，啊，出家了，李老师多次的教我学应光法师。 在我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做居士跟他学教的时候，他给我讲过：古人别学苏东坡，今人不学梁启超，啊，那是我在家做居士。我们晓得苏东坡跟。 梁启超都是佛弟子啊，啊，都、就是佛门弟子，在这个历史上都很有名望的啊,啊。为什么不学他呢？老师讲了，他们是佛学家啊。 研究佛的经典，不能一教封行呐。佛经理论他很通达，那我们都比不上他，他没有去做到啊。那么学佛。 佛的样子，啊，这外表是最重要的了。招牌啊，是什么呢？是律仪，是戒律，是威仪。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律仪记学起 佛的心是禅定的啊，禅定是空寂，一无所有啊！本来无一物啊！啊，禅是佛心，与一切众生交谈。 玻璃经论的教诲，经论教诲是佛也啊！我们这样的学佛的身，学佛的语，学佛的意。近代的祖师啊，你看看祖师的神。 语义啊，李老师是近代高僧堂中，我们是修净土的啊。印光大师是最近一代的祖师啊，我们不学他，学谁呢？ 啊，我们懂这个道理了。啊，这个就是应测，长应满了啊，学、啊、要学个满分呐、啊，不能有缺缺欠欠缺，那就不好了。啊，这手机我们就说到此 再看下面第七首，摩尼为王，金为多，辩福相和也发音客宣一切菩提道，皆以普贤之妙行。这首偈里头真的是包罗万象。 在这,这一首里面，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往堕垂服啊，这个意思很明显，很好懂。下面说即总显主也。啊，这总说。” 前贤四言，此说道痕。前面所讲的全是思想。啊，四项里面表法，啊，你都要会看，哎，你要懂。这一首呢，把修道的事情啊。 明显的为我们说出了，还是相合的庄严。相合两岸呢，有网啊，网是防护。 也是装饰，王常常啊，在当中系小林啊，风吹动的时候，就像风铃一样。 音声很美妙啊！啊，王当中啊写下的罗网，现在我们看到的不多啊，这是现代跟古时候啊这个河的沿岸。 美化装饰不相同。现代，我们看河边上，特别是这个河流通过市区连接，我们都会把两岸。 装饰的非常的美化，张灯结彩啊，多半是用的这电灯，霓虹灯，夜景非常好看，啊，古时候没有这些。 庄严具啊，所以夜景呢就看不到了，多半是用在白天啊。罗网啊是很流行啊，罗网当中系的这个铃铛，现在我们看到的宝塔啊，还常常能见到。 他的这个非遗也系领导这个是比较常见。说起来了，我们有印象，有这个概念。这个多前面跟诸位解释过。 是上课讯号啊，摇铃上课。前面跟诸位解释的很清楚，古时候私塾念书啊，只有上课的时候打铃，下课没有啊，有下课学生下课不是同时有早下课，有晚下课。 只看你的功课有没有做完，啊，早做完的早下课，啊，晚做完的晚下课，啊，不像现在这个这个学校上课时间定的那样的严谨，啊，从前没有，啊，所以摇铃是上课。 啊、这下面说了，蝙蝠相合，也发也佛音呐。佛在这里说法了，我们要在这个相合两岸罗网。 铃铛里面要体会这个一层的表法，这个表法者非常非常之深。佛为一切众生耶稣妙法，无量无边。 要很冷静，用真诚恭敬心，你坐在那里细细去观察，你会发现，啊，越发现呢越多，多到不可胜数。 没法子计算呐。啊！无量无边的法门，从哪里看呢？从河两岸，一千人，一千四，一千五，你去观察，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啊，会看的就体会到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呈现在你的眼底呀。不会的，那你就看不出来了。 一个法门也没看出来，啊，会的看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个地方讲的是相好。啊，现在我们居住在都市，你们想想看，都市。 里面的马路像不像河流？许许多多的车辆啊，在这个马路上流动啊，就像水在那里流。 特别是在高楼往下面看，啊，横向一条河，啊，各式各样的车辆啊，就像小船一样在河里头流动。啊，马路两旁的人行道啊，就像是岸边。 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出门道？啊，有没有在一切人事物里面看到大放光佛化言？大放光佛化言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 细心去观察，你就明白了。啊，大放光复华言。讲的是什么呢？宇宙人生真相啊！会看的人，我们平常讲的最简单的，讲了六个字：啊，看性相。 李四因果会开悟啊！不仅是在向后啊，在街道，一切时，一切处。 面对一切人事物，你都要懂得这个看法，你不会迷啊，聚而不迷，啊。看久了。 回开悟啊，看就是什么？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啊。照是看得很清楚啊，即使什么？心里头如如不动啊，你才真正能够看到性相理事因果啊。你的心不能随境界转。 随境界转，你就看不到了，哎，不随境界转，你就看到了。啊，比如说，在这个马路上，你坐在一辆车，啊，随着车走，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在高处不动，啊，你看底下这个现、这个、这个、这个现象。 那就清楚了，所以我们的心不能动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要保持清净心。 你才能看出实相啊！啊，般若经上常讲的实相啊，实相就是真相啊，你能看出来。如果你自己心动，随波逐流啊，你见到的是幻象。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见到幻象，你见不到真相啊！谁能见到真相呢？说实在的话，阿罗汉以上，智慧开了，人家正正确。 佛对他们赞叹了，啊，他们真的修行正果了。佛说阿罗汉所证的小果，啊，小鬼，小成的果，大成的果德他们还没证到，已经证得小成的。 它有什么用？我们学佛要在这些地方学。学佛所以不能欺辱经济。啊，不能够啊正果。 原因在哪里？原因是被情执迷了，放不下了、啊。不但在家同修，啊，出家同修，又有几个人能把情执放下啊，我们常讲啊。 自私自利，明文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难呐！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了。每一个人都都晓得，业障，什么叫业障、啊？这些东西就是业障。 只要有这些障碍在，我们就没有办法观察。行门里面讲的观照啊，就没法子观照啊。所以学佛头一步就是要把这些放下。 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历练呢。这个四时花言，五时三餐，清凉大师讲的，烈士练心，练不动心。 练清净平等觉，我们真的见到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无量寿经》上讲，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别名啊。阿弥陀佛另外一个名字清、啊、净平等觉。 我们的清净平等就要现前了，真的见佛了，跟阿弥陀佛见面了，所以要晓得啊，佛给我们说的是些什么。 在现代的社会里头，说来说去，老生常谈了、啊，还是持戒念佛、啊、这个是修行真正的。 永恒不变的总纲领你要不吃接？你想改你的毛病吸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从持戒下手。啊，持戒，广义的说，就是受法。啊，我们在讲西讲的很多啊，佛在经论里头所有的教诲。 我们要遵守啊，是如来的教戒、啊。佛讲的太多太多了，啊，会学的人抓住纲领，容易落实啊。 刚抓到了经论里面的教诲，就常常能够现前。你能想得起来，你能记得住。不但佛陀教诲，我们要依教奉行，我们身在世间。 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法律要遵守啊，这个地区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样样都要遵守。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了啊！那个法是世间的规矩啊，我们要跟世间人在一起相处啊。佛菩萨到这个地方来应化，也要跟这个地区啊法律规章。 一定严格的遵守，佛不破破不破坏呀！啊，你要破坏，你就破坏这个地区社会的安定，那是害众生的，不是利益众生的，佛不会做。 所以，佛弟子啊，第一个形象就是守法、守规矩啊，令人尊敬。啊、但是佛法实实在在脱节了。 至少两百年以上了。什么叫脱节呢？寺院庵堂，一切佛教道场不教学了，不上课了，铃铛没有了。 古时候，这些道场是学校，天天上课啊，有法师每一天讲经说法教学，啊、给大家解答疑难。 教学的内容无所不包啊！啊，教学的对象，只要你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参加上课，一律欢迎。他不是固定的学生，也不是固定的听众。 啊，固定的人不多，啊，寺庙的常住这是固定的，在这个道场里面做义工的是半固定的，一般听众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啊，所以它不是固定的，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学校，我们懂得了，这个是社会教育，啊，它不是家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啊，这个教育偏重在德行。 在道德，在修养，啊，社会教育，我们可以称它为圣贤教育。啊，为什么呢？教育的目标是叫你做圣人，做贤人。 啊，所以它不是普通教育啊。普通如果有了疑难问题提出来啊，这个和尚和尚是老师啊，也会给你解答也不会拒绝你。 会帮助你解决生活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啊，处世待人接物的问题，包括很广啊。啊，从前出家人真的。 有道德，有学问，啊，事出事法，他多学，多通达，他来担任教学，啊，那么这个教学，刚才说过了，至少有两百多年，收获了。 到近代啊，这一个时机我们看到佛教道场是一座法会啊，做超度，以这些事情为主了啊，请法师讲经，偶尔做个点缀。 一年难得有个一两次，时间现在大概多半是一个星期。我早年参加过啊，也有不少寺庙请我去讲经啊，时间多久了？一个星期。 啊，每一天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啊，当中没有休息，一个半小时。如果有翻译呢，两个小时。啊、一个星期这一部经讲完，或者讲一篇，啊，讲一个段落。一年呢？ 有的寺庙一次，有的寺庙两次，点缀了所以佛陀的教诲，确确实实学不到了。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采取录像啊，来帮助喜欢学习佛法的同学们啊，在一起学习，这个方法便利多了。 尤其是现代，从录像带提升到 VCD，啊，VCD 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现在提升到 DVD，啊，在美国、在日本完全是 DVD 了。 品质好，效果好，保存的时间长久。用这个方法来上课啊！到哪里上课？在你家里上课啊！你家里有电视啊，打开电视，把这个上课的。 光碟放出来，你就可以在家里跟着学，效果非常殊胜呐！啊，为什么？你能够专心？你要在讲堂，讲堂人多，不容易专心。啊，讲堂。 常常有干扰，你在家里学习没有干扰，啊、很好的学习环境，啊，你要有疑问，你把它写出来，传真给我，啊、我会找时间来解答，啊、一个月。 我总会找两三天的时间，啊，解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个解答也做成光盘，啊、佛学大问啊，啊，这个光盘好像现在也有好几十篇了，啊，我看至少有七八十篇。 诸位要有空，听听这些光盘呢、啊，有很多的问题，你都解决都解决了。你可能问的问题，别人已经问过，啊，你还没有想到的问题，哎，别人代你问了。你今天提出来，是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也带。 许许多多人提出问题，啊，跟你有同样问题的人一定有啊，啊，这个是学府。啊，所以诸位特别要记住，啊，学府在某一个时代，啊，某一个地区，某一种社会形态有不一样的方式。 今天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许多人不守秩序，我们要做出守秩序的好榜样。人家赞叹学佛人不错啊，你看他们都守秩序，啊，他们一点都不乱，这是对佛教的赞叹。 是为佛教增光啊！是在这里弘法利身呢。如果学佛人乱了一团糟了，社会上批评，你看学佛人这个样子，别去学了啊！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破坏佛教，那有罪过的？我们接着看这个寄送。 第七首的,的后面两句：“客宣一切菩提道，即以普贤之妙汉。”什么叫菩提道？啊，菩提这两个字。 是梵语，古印度话。啊，这个是中文音译的，翻成中国意思是“觉”。那么菩提道呢，就是觉悟之道，可以说是。 觉悟的方法，觉悟的门道，觉悟的方法门道多，所以加上一切觉悟的层次千差万别。 啊，我们常常听这个宗门教下啊，祖师大德常述小物。啊，大物大彻大悟啊，这个还是很笼统的说、啊。小物里头也有很多层次啊，大物啊，彻悟啊。 一佛如是啊，一般讲大彻大悟，可以说原教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都是大彻大悟，民明心见性嘛。大彻大悟里面还有四十一个等级。 其他的那就不必说了啊，你才知道佛法修学的等级之复杂这个要不要懂得呢？要懂。要是不懂啊，你就没有法子提升自己境界。 像我们在学校念书，我现在念哪个学校，念几年级，清清楚楚，啊，这一年念完了，明年升级，啊，你念的很快乐，啊，真的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如果不知道念什么学校，也不知道念哪一年级。 啊，明年到底是升还是降都不晓得，你读书的乐趣没有了，啊，那越念越糊涂啊！所以，这一切菩提道啊，佛在经论里头讲的很多。 我们学净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们看经上所讲的，四徒三辈九品，这是菩提道啊，啊，也是一层一层的。 这一方面，《观无量寿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无量寿经》上只讲三倍往生，啊，讲一个笼统的原则，没有细说。 我们修净土的人要知道，知道一个大概就可以了，也不必去分别。为什么呢？分别。 你的心不清净，啊，分别执着心都不清净，都产生往生的障碍呀、啊。往生的基本条件是要清净心，佛经上讲的很多啊。 心静则佛土静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啊！凡是往生到那个地方的心都清净啊，清净心生清净佛土。心不清净，念佛念的再多都不能往生。 我们知道，净宗确实有这个品位等级的，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老实念就好啊！一定要分别，一定要执着，错了。 啊，可别像这个这个答问里面，还有同学来问啊，有疑惑，疑惑从哪里生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啊，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拿着莲花，大势至菩萨也拿着莲花，啊，到底去做哪个莲花？ 你心里头存这样的妄想、分别、执着，你去不了了。啊，你是疑惑心，纵然你的善根获得因缘非常深厚，啊，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在哪里呀？遍地遗尘。这这，无量寿经是讲过的。 啊，你真用功啊，真想求生啊！你的一根没断呐，对自己有障碍啊，不能入品啊！啊，九瓶，下下瓶都没有他的份呢、啊。何必自己做障碍呢？为什么不放下呢？ 彻底放下，什么都没有。啊、应光大师教人，他也是教自己。啊，他老人家做榜样给我们看呐！一生之外无常无啊，啊，告诉我们他彻底放下了。 他的官方很小一间呢，我去参观了，我看不到十个平方米。 当中一个小桌子，一尊佛像，啊，一对蜡台，一个香炉，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佛像背后，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大字“死”，这个字好啊。 教我们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了啊！死了，你还能带什么去呢？啊、这个大家都晓得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祖师是教我们不要说到死的时候，哎呀，我才放下。 为什么现在不放下呢？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想放下，你还有障碍；现在放下了，没有障碍了。现在放下了，你往生自在往生啊！所以现前。 就要放下，彻底放下，心里头没有丝毫挂碍，随时、随处都能够自在往生，这个是功夫，这个才真正的了不起。 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啊，菩提道确确实实是有许许多多的层次，许许多多的法门，我们学一个我们今天只选择。 持名念佛，十六关里头，最后第十六关了。第十六关是持名念佛。古大德常讲这个法门，简单、容易、稳当、快速，稀有的法门、啊 所以，情值决定不能有啊！有情值不是佛弟子啊，决定不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要做正佛弟子。 这一生当中，决定要亲近阿弥陀佛啊，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要把这个方向、这个目标确定啊啊，这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目标，我一定要达到啊。那你真的要达到呢？ 一定要是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万缘。你明白了，学到了，以后还要不要到香港来看我呢？不要了。啊。 有人到处打听，啊，金科法师是在澳洲还是在呃新加坡？啊，为什么打听呢？都想来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啊、这个讲演的录像带带回去，你不天天都看到吗？ 不要有这个执着，有这个执着，障碍你往生的、啊。啊，那到变成说我害了你了。其实我没有害你，是你自己害了自己。啊，有很多人看到，啊，要照一张照片。 这是什么呢？坐相啊,啊！我现在不叫照相了，坐相。啊，佛法呢，益一切相，即一切法了。那我们道场，哎，也挂了一些照片吧？那那是道场。 道场要表现他们这个工作的成绩啊，那是成绩展览，是给别人看的给谁看的？给不信佛的人看的。真正信佛的人不看这些真正幸福的人。 心地清净不染啊，所以许多人欢喜啊，这个这个留这些照片，留了做纪念。哎，这问题很严重哎！你念念不忘这个极乐世界，去不了。 为什么呢？纪念你就没有放下啊？那么也许诸位听了之后，好了，我们要放下，我通通都不要了。是的，真正修行是应该这样的。这个做法是对的。 但是，佛法是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某些地方呢，可以用这些守法戒淫众生。佛法是活的呀、啊。 为什么我们要造寺庙？为什么我们要塑佛像？是为了戒淫众生。啊，为什么我们还要建一个先祖纪念堂？提倡孝道现在人把孝道忘掉了。 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纪念祖先，是提倡这个，是帮助这些人的。这个是教学的方便啊，教学的艺术啊，执着就错了。 我们看到，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诸佛菩萨，华严经上也有这么种种这些设施吗？全是教学的道具，全是教学的表演呐、啊。他们心地清净，的确是一尘都不染。 波若经山讲的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虽然是虚妄，虽然是梦幻泡影，还有华严经上好热闹啊,啊！这是什么回事？情呢？离世无碍，事是无碍。 入无障碍的境界，这个我们不能不懂啊，我们不能不学啊！啊你要不懂，你要不知道学，那就变成佛呆子了，没有智慧了。 种种这些表演是属于全智啊！注意点，下的，全智是利益众生的，不是自立的。自立失智啊！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知之知啊，是失知，是自立，自受用。 自己修行正果，啊，菩提道上畅通无阻，靠实之、啊。全智呢无所不知，是戒言众生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回头是岸，不一样。 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在佛菩萨真正觉悟的人，那真叫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他没错，在我们。 没有觉悟，没有其如境界，怎么学，怎么做，都犯错啊！佛菩萨都摇头啊！啊，这个境界在从前禅堂里面。 最容易看到，禅堂里面坐香参禅堂主和尚。 提出一个话头来考考学生，你回答，相伴供养你呀、啊，打你呀，啊，打什么呢？把你妄想打掉。你不回答也打你，打什么呢？把你的无名打掉。 大也不是，是不大也不是。那怎么样才是呢？必须那个堂主和尚是开悟了的人啊！你一开悟的时候，他知道。 这两个人心里头有默契，一丝毫做足不得啊！我们讲是作弊呀，那做不到的。一眼就看穿了，真正境界达到那个地方，实在讲。 堂主拿香板打人的时候，是什么？是在你功夫将成就还没有到，啊，将到未到的时候，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呐、啊，可能那个香板一板打下来，你就大彻大悟了，真的把你的这个这个。 无名妄想，一枪把打掉了，你就明心见性了。不能随便打人啊，那个没有开悟的人，你把他打死了，他也不开悟啊。那么现在有些禅堂里头。 也供养了相反，谁有资格拿这个香呢？没有人了，啊，必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有资格拿这个相反了、啊。啊，我们没有开悟的拿这个相反，呢？那好了。 那打下去之后，将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是宗门帮助学人提升境界的一种手段。 教下对象中下根性的啊，那么也有讲教下也有上根的人、啊、他不讲上上根中、啊、宗门讲上上根、啊、教下呢那有上中下三。 教学的方法不一样了，这个在释迦牟尼佛在世，他老人家教学，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什么样更新的人，他用什么方法来教他？学生学习的成绩都非常。 不管了、啊，老师好，有智慧，啊、有方法了，啊、但是再高明的老师，学生要能跟老师退合、啊。那就是说，学生对老师尊敬。 古人常讲的“尊师重道”，啊，你对老师没有尊敬心，你什么都学不成。为什么呢？对老师没有尊敬心，对老师的教学肯定不尊重，不会去学。啊，所谓是“阳奉阴违”，表面上敷衍。 实际上根本就不睬不理，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信息这个是学生没法子，他学不到东西，老师也没法教他，狮子盗合他活不拢了就没有办法。 老师教的学生很多，那个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真正有成就的人不多，啊，那什么原因？是不是老师有偏心？绝对不是、啊、甚至真正得老师心传的。 可能在老师面前，这个这个接受教诲的时间呢还很短在老师身边时间很长的还一无所成。这个原因就是学生是不是真的重视。 这个尊师不是在老师面前毕恭毕敬，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尊是什么呢？真正依教奉行，这个才叫尊呐、啊！教学里头，无论是法佛法，确实重实质啊，不重现实。 形式并不是很重要的，实质重要、啊、一定要真干啊,啊！菩提道，如果我们。 用这个“引盲二业”来比喻呢，菩提道是影业，引导我们提升境界，福心妙恨呢，满意。 满月里头，最殊胜的是法缘，同样成佛，同样正德菩萨的国位，法源不一样啊！你看，在一切诸佛如来，法源最殊胜的阿弥陀佛。 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发愿书生？呢？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导我们往生，这书生啊，没有听说阿弥陀佛劝他的。 学生弟子啊，到娑婆世界来亲近释迦牟尼佛，没听说啊,啊，没听说极乐世界的人啊，求生娑婆世界。你从这些地方细心去体会啊，又何况在经中，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阿弥陀佛，都劝他们的弟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看看阿弥陀佛的法言多殊胜，阿弥陀佛法言何以这么殊胜？没有别的。 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生生世世修普贤行啊,啊！这一点呢，我们能够明显体会得到啊。《无量寿经》展开头一句话：“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华严经》末后。 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们明白了那我们现前能不能修普先行呢？实在讲，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原因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业障太重，普贤行,行关键所在就是大行量啊，这个跟大乘菩萨不一样的。 大乘菩萨的心量很大，啊，也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跟普贤菩萨比差很多、啊，差在什么地方呢？大乘菩萨不知道啊，夜夜微尘，夜夜毛端毛孔。 里面都包含世界海微尘数差途众生，没入这个境界啊！普贤菩萨能入毛孔里面，世界海微尘数的世界。 能入微尘中，啊，世界还微尘数的差图净虚空便发现普贤菩萨是真的净了，大乘菩萨还是有范围。 重重无尽的法界，唯独普贤能容所以普贤心成为妙心啊。我们今天是在反复地位。 那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拓开心量学着说，学着能包容啊，与一切众生，不单是一切人，一切动物。 一切植物还有不同维次的空间，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九法界、啊、圆满的包容、啊、对于。 九法界，这个一正真诚恭敬啊，普等供养啊，普遍平等。 对酒法界众生尚且如是了，那对眼前当然是这样的啊,啊！决定是这个心，决定是这个心，但是在思想上，有时候你看到不平等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原因。 语言不同啊！比如我们同学们啊，在此地聚会。 我们这个道场很小，不是一个大道场，不是在一层楼，三层，三层我们没有办法分身，只能在一层楼上啊跟大家见面，另外两层楼呢，那只好用电视，啊、这是语言不同。 那我们在这个十一楼讲讲堂跟大家见面，哪些人来参加呢？只能说是每一个团体有两个代表来参加，啊，大家通通都来呢，这个地方挤不下去。这是语言不同。 如果我们这个道场是一个一万尺、两万尺的道场，那大家通通都能够聚集在一起，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不能说是哎，他参加，我不参加，我没有参加，哎，这个法师瞧得起他，瞧不起我、啊，你要这样想呢，完全。 每一个团体经常带你们的带队的人啊，我们比较熟悉啊，所以总是请他们来做代表啊，或者呢，以后啊，我们说一个团体，有两位来参加，你们自己推选代表，哎，也很好。 是你们自己推选出来的啊，我们常住不指定，但是有一些这个聚会是有特定的事物。 像前天，我们是解答问题啊，主要的是对到场常驻义工换一句话说，多半是我们内部的问题那他们就优先。 他们坐下来之后，我们看这个讲堂还有多少空位子。啊？我们再邀请啊这个其他各个团体、啊、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一起共学的同学们啊，一起来坐不下，只能推选几个代表。 我们学佛的同学要有心量包容啊！选玄我跟玄他没有两样啊，自他不二啊。入这个境界呢，你就入华严了。如果一定要争取。 争不到心里就不平，还要努力啊！还要把自己境界往上提升。为什么？那个真的心啊，不平的心，这个心不好啊！啊，你修持的再好。 众福在多，你将来到哪一道去呢？在经论上讲的很多，阿修罗道啊，你好胜啊，竞争这个念头没有断，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福报很大啊。那讲到德行。 就比不上天人了，有天之福啊，没有天之德。佛把六道里面的情况跟我们讲的很多我们要学佛，一定要记住。 认真学佛，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无一不是教导我们从根本修啊！什么是根本呢？心是根本，念头是根本。啊，这几天讲的这一大段的这个华严经文。 都是讲的心念头啊，华藏世界周围的大海，那是心呐。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那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心。 花藏世界，大莲花了，样样都是表法了。啊，莲花，这是表的。 世界还这个世界中啊，世界种里面在讲世界啊，这个世界里面这世界就讲到星球啊，啊星球这有大地呀、啊。 大地这有海洋啊，海洋有河流啊，啊，阿赖耶里面含藏的种子是什么呢？阿、啊、赖耶的见分跟相分，啊，见分是宇宙之间的能量，相分是宇宙之间。 布满了这个例子这个是所有一切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的根源呐、啊，阿赖耶含藏的种子啊。这讲到相合，相合是。 二来也起作用，相应的因素。啊，换一句话说，觉悟的人齐心动念了是菩提道，是普贤行,行啊！啊，对于虚空法界。 刹土众生，礼金称赞供养啊，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法供养。 啊，发什么供养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与性德相应。换一句话说，都与菩提道普贤行,行相应，真供养。啊，这个供养。 是供养虚空法界，上供养法身如来，下供养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是一切诸佛插图里面的一切众生相应啊，啊这个相应是信德。 自然的流露啊，表现在我们形象上，那就是佛常常教导我们的：信受奉献。或者是受持读诵,诵为人演说。 这就说的很具体了，表演出来啊，做到，啊，做给大家看呐、啊，像佛像祖师一样、啊、天天在表演，时时刻刻在表演，从来没有中断的。 在表演，表演出一个一副觉悟的样子，一副正直正见的样子，啊，一副清净不染的样子，真的到。 证据正,正知正见，清净不染。我们的相貌、体质变了相貌自然变成佛菩萨的相貌了，身体一定变成清净不然。 不坏身呐！啊，不但有光啊，而且有香啊！一生不洗澡，身体上清香，身体透明，没有没有染污。 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凡夫看不出这个身体透明，有功夫的人看透，能看得出来这个现在一社会上讲的特异功能，有特异功能的人能看得出来。 往年我在迈阿密，啊，美国有几个特异功能的人，看下联区老居士的照片，啊，他给我们说，这个人身体是透明的，没有看人呢、啊，只看照片呢、啊啊，他知道这个人是身体透明的，透明是说明了什么呢？他没有染。 换一句话说，他已经证得觉正经。他才是通明啊！证得觉正经最低的地位，出租菩萨了，发生大事啊！ 六道十法界里头的这染污都没有了，才能现这个相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天人能看到啊，有这个特殊能力的人。 所以在此地提醒我们，《总显主言》里面一个菩提道，一个普贤行。啊，普贤行讲的很多，前面讲的，后面还不知道要讲多少遍。凡是多次的提示，重要，唯恐我们。 忘掉，唯恐我们忽略了、啊、这个的确是大慈大悲的开始。今天我们就讲到此。